哎呀，你这玩意儿咋做的？就这么红？最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拿水冲干净就能吃。这个是带虾脑的啊，有虾脑，来点料。听完你说这，本来我还想吃呢，我不吃。哎呀，哎呀，鲜。来个虾。闻着这个味儿，赶上八瓶啤酒了。哎呀，能好吃吗？这玩意儿，你说实话。